我家的大白基里家出走两天了。妈咪，这里这里，来来来，哎呦，怎么样？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，快说好玩！不要再乱飞了。哎呦，你也想妈妈？我家的大白基里家出走两天了。妈咪，这里这里，来来来，哎呦，怎么样？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，快说好玩！不要再乱飞了。哎呦，你也想妈妈？喜欢给妹妹抱抱了。好疗愈的画面，别人的鹦鹉都不会让人失望。这位客官一下如何？阿明，阿你在干什么？在偷看人家母鸭子岛啊？你想要玩水吗？他会给你钉立下去哦。你要不要先去游泳 ？No， 不要。来呀、啊，唰唰唰。穿上了，来啦！你会怕哦？游，你也会游泳吗？啊游，啊游，都摸嘎嘎嘞，还在玩水。怎么样？厉害了吗？游很快的，有没有？那你下去啊，你下去啊，很好玩的。唰唰唰，下去啊！你看，哇哇，对不对？很好玩的，下去啊！那一个给你玩，一个给你玩。我要跟姜母鸭说谢谢。哦，你拿他的东西，他想要咬你哦哦，你看你看，哎呦，要羞。跳来！
爸爸有买一本这个宝宝的一天，宝宝的一天，你看哦，他有说什么？宝宝起床了要喜欢多喝奶才会长大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一直顾着玩，你都不想读书，站起来啦，快点起来，麻烦你，麻烦你以后这书读好以后要去赚钱给爸爸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不好？你不用这样叫而已，你们面对一下，你要选择玩还是要选择书本，你自己说。你要不会干了上课啊，蛋姐啊，也要读书，读书才会认识字，好吗？你看这个，你们会干那里上啊，你们认识一下，我要去读书，以后去上班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真的是无视于我呢哦！很认真咬玩具，但且阿伯就宝宝的安抚剂，你看这个，对不对？哦，很柔软的，对吧？啊，都可以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很嫌弃，还要玩具而已。啊啊，不然这个这个是鬼刚生儿来了，鬼刚的呀。好啦，是啦，继续走啦，开始继续走啦。对不起，你开心就好。